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了快晴看房的时间。这次我们来到大阪北部的丰中市，看一栋占地400多平的别墅。这一带可以说是豪宅云集，距离梅田大概也只有20分钟的车程。今天这一栋呢，6室1厅，3个收纳间，建屋面积约357平方米，1997年8月份建，售价约800万人民币。一楼直接是2个停车位，右侧进入房子内部，玄关面积不出意外非常的大。房子3层建，配有电梯。也是在最大程度的提高便利性。一楼里面只有一个房间，没有窗子，可以拿来做收纳间。顺着楼梯走到2楼，右边是一个合适的榻榻米房间，窗外有一处非常不错的日式小庭院，整体的环境和氛围让人感到非常的舒适和惬意。然后是2楼非常大的客厅。南北通透，阳光甚好。南侧是这个房子一个非常大的庭院，客厅相邻的是餐厅和厨房，同样有窗子与院落相连。烹饪的时候看着窗外院子里的景色，心情应该也会非常好吧。厨房的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收纳储藏空间，这个房子的收纳和储藏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充足。卫生间和浴室的面积也很大，只是设施稍显老旧，重新装修一下应该会很漂亮。我们继续来到3楼，3楼的右侧同样是一个榻榻米的合适房间。3楼的南侧应该是这个房子的主卧了，面积很大，带有独立的衣帽间和洗手间，还有一个独立的小阳台。早上起来站在这里，阳光伴着景致，那才是生活吧。OK， 如果你有800万，会不会买这样一个房子呢？这里是快晴看房，下期带您接着看房。